这个汤做法很简单，十分清甜，散热下火。菜园里面的翠玉瓜呢，今年生得非常好，我摘了一条350g 的翠玉瓜，将它切为1公分左右的丁，5.2g 两块已经焗熟了的紫菜，将它剪成条状，大火热锅下一汤匙麻油，油热爆香10g 姜丝20秒，下翠玉瓜，大火炒匀1分钟，1000cc 滚水，盖好大火煮4分钟，1/4 茶匙盐，1茶匙杂菜汤粉，1茶匙糖，5.2g 剪开的即食紫菜，搅匀1汤匙生粉同埋2汤匙清水，加入汤中，边煮边搅1分钟，加入2只发开的鸡蛋，搅匀一下，咁就做好啦。